呆鸟，是我，是你击落我的，就用这个破玩意儿。憨憨鸟，是你太大意了。你干嘛伤着自己？憨憨鸟，你都击落我18回了，我就击落了你这1回。哎，这样好吧，咱俩就当平手了。凭什么呀？憨憨鸟，我一直有一个梦想，就想在我击落你的那一天，我就……你就干什么？我就告你，梁四，你简直太棒了！你用这破玩意儿击落一架直十，你简直就是个奇迹！这种奇迹只有你能做到，因为你是最棒的。哎呀，我太崇拜你，太爱你了！我能帮助你吗？谢谢。亮亮我，你哎呀，放开！你注意点啊！你，好点。我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哎呀，那个，我有点失态了，让某人难堪了。我。继续。不是，憨憨鸟，憨鸟，你听我解释，憨憨鸟。哎，解释什么呀？人家心里难过着呢。梁四，你看我这身衣服好看吗？梁四，哎，就是有点大。哎呦，你看嘛，要不？我再从那个尸体上扒下来一件，但是也不太合身，身材还是有差别的嘛。哎呀，你少说两句吧，把机器盘带下去。我就不。算了吧，啊，你天天过年，也得让人家呆鸟吃顿饺子嘛，啊！你幸灾乐祸呀！哎，你这话说的，我可没有啊，我也很窝火嘛。现在不是窝火的时候，现在是总结经验教训的时候。好鸟，你也应该好好的总结一下经验教训啊。我知道，我就不该低空盘旋，我应该先向鹰巢报告。可是我就是好奇，你为什么不飞啊？好奇害死鸟。前进啊，士兵们，冲啊！胜利就在前方。我说你能不能安静一点？怎么了？梦想全被你给毁了。梦想？什么梦想？我一直都梦想着能够击落他，我一直都梦想着击落他以后，我要向他表。我跟你说这干什么？这是。赵雅，现在高兴了吧？啊，他这辈子都不会再理我了，你明白吗？梁四，你知道我的梦想是什么吗？你的梦想，它跟我有什么关系呢？你，好，你不想知道，那我就不说了。我真拿你这个小毛丫头，我怎么就没招了呢？怎么就？哦，你说，我告诉你，我不再是那个小毛丫头了。没完了是吧？来劲儿了是吧？说不说？就不。赵小雅，我告诉你啊，我今天心情很不好，你现在弄我心情更不好，你知道吗？我会告诉你的。
说呀，但是不是现在。好玩是吧？打仗呢，想什么呢？这个时候了，淘汰谁都跟割肉似的疼。我们走。没力气，我准备开始了。好，检查武器装备。我是英城，刚才怎么回事？为什么联系突然中断了？系统遇到故障，系统遇到故障，我正在寻求降落。重复，系统遇到故障，我正在寻求降落。请报告具体的情况。我现在接近蓝军指挥部，请求紧急降落，排查故障。请英城协助联系蓝军指挥部。好的，我方马上为你接拨信号。紧急呼叫！零零零，我是黑马，我是黑马，请讲。我的直升机载有5名霹雳火受训队员，现在出现紧急状况，2分钟之后将在你处降落，请确认信息，尽快回复。明白，我立刻向飞狼报告。直升机？飞狼，飞狼，我是黑马，收到请讲。我是飞狼，怎么了？刚刚收到猎鹰的呼叫，他的直升机出现紧急情况，要求在我指挥部临时降落。直升机上还有5名我们的队员。鹰巢那边确认了吗？刚刚联系鹰巢，已经确认。好，允许他降落。明白。飞狼，没什么危险吧？什么情况？没说。奇怪。猎鹰的直升机距离鹰巢和指挥部的距离差不太多，他停指挥部干嘛？不好，怎么了？就是刚才那架直升机，可是他没有支持的护航，如果他出现故障，怎么能没有护航呢？你是说？快回去，快走，走。